新手坐高铁怎么找车厢？一，在购买的高铁票上找到火车列号、车厢及座位号。二，在对应的车站口等待安检员检票，进入高铁站内。三，进站后根据指示牌的提示，可以看到车厢和站台的对应信息。四，到达站台后，找到自己所在的车厢，等待列车的到来。总结：一、高铁票上可以看到车厢号、座位号；二、在对应的车站口检票进站；三、根据指示牌提示，可以看到车厢和站台的对应信息；四、到达站台后，找到所在的车厢，等待列车的到来。